再往前吧，还没到吧？对啊，超远。再到小圆。那你要加快脚步哎。快快快，走太慢喽，小陈要迟到喽，还差几分钟？24。好像手表等一下也不能带，你手表要先给我。因为它有可能会叫。对，你不能影响到人别人。那你手表先拿下来。然后一叫就不能靠了。对，我们家有一个小 baby 要来考试，他感觉是一个新的。那你要找你们老师吗？有没有看到你满意的饮料？有没有看到？我想买，但是那个是好贵。为什么这里不是要自己拿一个十他是说要你写快一点，还是要我写快一点？哦，所以要走吗？去吃东东，喝东东，去吃东东。要往进，刚刚他的交通原来就是重要，不怕的。我们还可以用自然的话，上去看吗？能不能上去看一下？啊？你知道这是稻米吗？插秧稻米，这没问题吗？那应该是那个稻米的啊，他要把那个壳剥壳的了。对对对，他剥个早期的。这还可以走上去呗。